难怪都说惹谁都不要惹黄景，那于莽夫可不是白叫的。只要你不停，不能追他。那我把你肩膀拧断了。肩膀拧断？不不不不。不是，这门在这，你何必还要？请说暗号。这样，我就直说了，你把手撒开。当黄明昊对黄景瑜发起技能攻击时，直接一秒打败，毫无还手之力。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？谁看了你的日记？谁把你的长发盘？谁？这是你的什么技能？怎么回事？等一下，怎么回事？胖子哥，没行，没有发。看得出来，小贾根本就没有吸取上次的教训。沙琪琪跟一个柔道冠军玩，完了，看黄明就一直走。你说你没事惹他干嘛？我车拿走干啥？你惹到我了。你能从这开车？我屁股疼，我给我挪，没事，给他拖走，让我再帮走了，一会儿拖过来。第一次见到这样卸指甲的，隔着屏幕都感觉到了恐怖。我今天还去卸指甲，不用，一会儿你拿错我就给你错了。干嘛？好吓人啊！那我换一个弄法呢，消。在他面前就没有人可以矫情，不愧是娱圈服兵役的男人。我要喝中药。你身体是啥毛病？没啥毛病。你拿开就生孩子，你拿开就生孩子。不要！我小时候养蚕宝宝，做了这么多贡献，你还要吃它，不让它变成鹅？那这边拿回家变鹅去吧。哎，我们玩个游戏吧，是活蚕蛹，是活蚕蛹。不懂就问，这是东北男人自带的基因吗？肉全出来了，你那个那么大的不行啊，你那个得整个手捅进去。我是三年生，说好好的帅哥怎么偏偏长了张嘴呢？听说你最不能理解土味情话。我能理解，我只是单纯讨厌，要澄清一下，就是现在很多人谣言说我喜欢你，我想说这不是谣言。我知道，扯淡了呢。你小子好像单身是有原因的，我见到你就好像见到了碳酸饮料。是内心的冒泡吗？不是，是对身体不好。这样的男友力谁能不迷惑？又学到一招，以后表白失败了可以这么回答：你是不是喜欢我？不是喜欢你。你有病吧？没有病吧？喜欢你怎么了？又不代表什么，又不代表要追你，又不代表谈恋爱，我没逼你干嘛？你有病吧？那你吃亏还是我吃亏啊？你在钱上吃亏，我在人格上吃亏。你人格值多少钱？我赔给你，够不够？